娘娘，您还不睡吗？从前曹贵人和丽嫔依附本宫，本宫也提拔他们，但是把女儿送到皇上床上去，本宫还是头一回。娘娘也是不得已，本宫此刻多希望宋芝能回来，说皇上不爱他，让他离开。可若真的如此，又对大计无益。伺候得很周到，奴婢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既提到身份，朕不能委屈了你。你是华妃身边的人，朕也不能薄待了你。就破例从答应做起，不必从官女子开始熬了。谢皇上。去给华妃磕个头，她好歹是你的主子，该谢她提携之恩。是。